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金乃迪在演说中曾经引用过两个汉字，危机，一个代表危险，另一个代表机会。股神巴菲特讲过，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别人恐惧时贪婪。投资商铺要趁低吸纳，这个是传统智慧，你一定知道。不过你是不是做得到呢？你或者明白危中有机，但你未必做得到早着先机，行动快人一步。但是盛汇商铺基金就深明此道，所以今年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，经已不断趁低吸纳优质商铺。短短三个月，盛汇以一年购入8间地铺，合共6单成交，作价1.2亿港元。